2, 3, yeah. 这个风沙超多的，风沙太多，我要回去了。好。所以现在这一段是全部最陡的吗？有什么诀窍？哭了，你现在哭，讲到哽咽。谢谢教练 Andre， 今天这一集非常特别，我们请到了重量级来宾。啊，没关系啦，你们也看到了。哒，就是嬷嬷。哎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带就是嬷嬷挑战第一次的环小台北路线。嗯，那这次其实在环小台北路线总长大概其实只有67公里，但因为我们路线想说怕你一个人骑无聊，或是我跟你聊天平常聊太多了，所以今天我特别帮你找了一个学长。这个学长呢非常有环小台北的骑乘经验，上一次骑乘到后面就是虽然有一点闹脾气啦，然后到终点又开始大吃大喝，那个鸡排啊薯条全部给我吃起来，所以对，哦，这条路线对于我们家的天母风笛所应该是非常有经验。你有没有想要跟嬷嬷分享一下，就是有关于等一下路线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地方？就以你的实力，应该顺顺骑就可以了吧？好，连我都那么简单了，还好吧？只剩下马威吗？没问题 okay, okay. 那等一下就会由我们两个，然后陪你一起完成这个环小台北的挑战。那大概比较难度的路线，应该就只有南深路那个爬坡，全长大概3.5公里。那其他地方应该都会维持在河堤里面的路线，所以应该是还蛮不错，而且今天天气很凉爽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挑战吧。OK， 出发 ，Go Go。车速大概会抓在多少？你说我们骑乘的速度吗？对，应该会抓25到30。25到30。对，好，那 OK。天气非常不错，因为今天虽然太阳很大，可是骑起来其实很凉爽。目前看车表的天气大概就25、26度而已，所以骑乘起来是很舒服的。然后我们路线的设定，我们一开始希望先从爬山解决了之后，再把其他平路骑完。所以第一阶段目标就是骑到南深路，来把我们的上坡挑战完成，再来完成后续的平路阶段。这边也是蛮阴天的，对啊，一整片大云，应该越晚会越凉。可是我现在已经不太确定是吹什么风了，很乱，因为一直在改方向。那你现在骑是感觉是逆风了吗？目前应该算是，还好，就是无风吧，没有顺或逆，这样才比较是逆风。现在算逆风，可是我在你后面都没感觉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你感觉一下。哦，有感觉，差蛮多的。现在蛮凉的，但应该会比较顺利一点吧。今天
今天压力应该不会那么大。我今天有学弟，五魔。目前继续往南港前进，我们已经到城美桥了，现在的里程大概是7公里左右。但今天在往南港这一段，其实逆风还蛮明显的，吹的风还蛮明显，风阻蛮大的，所以要稍微跟紧一点。那我今天就担任一个比较辛苦一点的角色，就在前面破风，好好带领我们今天的两位队友挑战完成他们的环小台北这个挑战。看错了，我想说怎么不见了，我说还好不是我破风，好痛苦哦。有感觉到吗？骑在这样，我刚刚骑在你后面，我觉得很爽。那个风差超多的，差太多，我要回去了。好。我们已经完成1/6的里程了，就是11公里。目前我们从河堤段出来，准备接到一段稍微要走市区的路段。我们等一下会到南港展览馆，然后稍微喝水补充休息一下，小休10分钟就继续出发。那下一段路我们会往南深路，也就是路线中唯一一段爬坡辛苦挑战的路线。OK。继续出发吧 ，Go Go！南港展览馆站到了，学长，这边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？休息一下，吃补给啊。等一下就要爬坡了，你通常都会在爬坡前这边稍微吃一下，就对了。吃一下，还没有拍头。自己没有赞助，对，你看，连学长都很认真在吃补给。对啊。等一下上坡就靠你推着学长上去了。我要推哦，我连拿水壶都有问题了。不是，之前都是我推你嘛，啊，所以我那个传承，然后你要继续传承下去，就换你。人两指扣着，那个力量就有传递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休息大概5分钟左右，因为这边大概才骑12公里，所以稍微补个水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继续往前，所以吃个果胶，喝个水，大概往前再2公里就开始进入爬坡路段，就是比之前中社路坡度再高一点，坡度平均坡度高一点，但里程少一点点，没错。好，吃个补给，等一下继续出发 ，Go Go！ I may be slow to get back up.经过南港繁忙的展览馆，那边太多人要上班了。我们准备前往的是南深路，越来越往南港里面，车会稍微少一点。好，经典的台湾交通。对啊，大家都慢慢来。而且我刚开始跟阿飞后面，他完全没有发现。不是，他从头到尾打左转灯，在打什么意思？然后骑在最里面，我们要右转了。好，这边就开始有一点点小上坡了。这边就算上坡路段了吗？开胃菜，因为它就一小段。
可是一小段过没多久就开始爬了。好，所以这边的上坡是会一段一段的，这边只有这一段，接下来就连续的。这是第一段暖身的上坡道了，等一下的路段就会有点像是这样，然后全段都是这样骑了3公里，这样子吗？会有一点点辛苦，这样大概4-5%。对，等一下的路就像这样而已，差不多这样可以吗？对啊，那应该还可以啦。有什么诀窍？就是手盘啊，然后跟自己的心里的节奏慢慢踏上去就好。心里的节奏是会想着什么东西吗？就是要记得深吸口气。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心里的那个节奏的声音吗？哦，我想起来，对，赛亚人，所以现在这一段是全部最陡的吗？看地图应该是快到的这一段，接下来才是。OK。学长，你回来了，把位置还给你。我刚刚就跟他说你是后追型的。一定马上就可以回来的。新人的特色就是喜欢脑冲，冲在前面，我都要多一点表现的机会。学长如果要休息，可以喊一下。学弟乐意学习休息这件事。学长，还可以吗？学长不讲话了。学长现在发言都有点困难。我们这一段骑了2.85，大概花了16分钟。对，学长，恭喜完成。啊，休息一下吗？没拍的。不会啊，怎么会害羞？不会害羞啊。学长压后面哦。目前我已经快到福和桥公馆了。对，刚刚骑起来的感觉都还 OK 吗？还 OK， 因为现在一个礼拜大概会有2天骑50。
对，所以现在大概36，对，所以还在目前在想象范围内。而且回去的路程应该是我们练习有骑过的，对，就是我有骑过的大道城，然后社子道，然后就回到圆山大直，其实路线上都是熟悉的路。对对对对对，学长还 OK 吗？啊？还 OK 吗？哎呦，压对，学长压对哦，继续努力 ，Go Go。已经骑了40公里，哎，你目前有没有什么要提点一下学弟的？我觉得表现很好啊，我都追不太到了。那学弟，你刚骑在前面，你刚骑在前面有什么心得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的脖子现在超级酸，就是从下坡完，然后大概木栅那一次休息完之后到刚刚景美那一段都蛮酸，然后刚刚休息一下，现在比较好一点，但还是蛮酸。可是可能因为我不知道，可能我一直抬头啊。OK， 所以要偶尔就是往下看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才可以放松。好，看起来我们这次的找的这个学长完全是没有什么功效，也是有啦，就是有一些心理上的帮助，就是哦。我不是最后一个，他比较是垫在后面，如果真的有车子撞上来，也不会先撞到我们。还有一个警示的效果，没错。下一站大道城，继续出发。上个月的话，就是要踩出时速30以上都没有很简单。对，所以我今天踩的有点轻松，很奇妙的感觉，就是突然发现，不知不觉就35了。我觉得今天也天气帮很多嘛，对，因为天气很多段都是顺风或是没太阳。可是我们现在如果到这边都还是顺风的话，总是要缓的吧？应该等一下，我觉得等一下应该可能在那个。往北这边过完，往北可能就开始逆风，對，因为今天吹北风。而且我现在就是出门前啊，骑车的话都会先看气象，就是看一下今天的风向啊、风速啊什么。然后像今天是算是好像是今年第一道北风，东北风，对，东北风。所以今天天气比较凉是正常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有一个台风在那个。日本那边，然后把北边的风都吹下来，所以现在是算今天算是蛮强劲的北风，所以等一下应该是从过那个叫什么华江大桥，对对对，往北之后应该会很腻，有可能啦，但也不确定。现在如果是东北的话，都了解，那没关系啊。今天我们至少这一段已经吃了很多顺风，其实还蛮有感的。对，在那种该快的时候。不知不觉的那个瓦数都没怎么踩就可以30，像我们现在大概也是才110瓦，就时速有30，就还蛮棒的。刚来的时候你说要到190，对啊，有一段是要到190，那一段就有点逆风，然后时速一直没跑到30，对，29、27这样。但等一下，如果逆风段，我们再请学长出来扛一下好了。好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已经玩到了大道城。为什么用玩呢？因为刚这一段真的是多灾多难啊。平常我们从那个木栅那边应该是直接下去，结果意外的竟然整段路都封了，而且我们都骑到一半，他才发现栅栏是关着，就是偏离航道了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刚刚绕来绕去多花了一点时间，但我们骑到这边大道城也已经48公里了，大概只剩下最后的18K。而且时间已经花了2个小时出头。但今天天气还蛮帮忙的，我们刚刚一路上其实都还蛮凉爽。对啊，学长，你刚刚骑到后来状况还 OK 吗？状况我觉得有比平常多付出10%的那种用力、啊、真的有10%、哦？有啊，
可是你刚刚在上坡的时候还一直攻击，然后你还在刚那个有一段想说要出来假装挡风，但是感觉到我每次骑到这里都觉得，只有跟你骑的时候，就是很逆风，然后快哭了，你现在快哭，讲到哽咽，不是流汗了，跟眼睛好痛，就是想说服务一下嘛，服务一下学弟就破一下风。有，刚刚回程大概从华中桥，就是慢慢往北向之后就是逆风，因为今天吹北风，然后学长就有到前面，然后我发现他的那个衣服后面有一些 You Never Ride 的东西，对对对，从来不孤单，对对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丢他。但是他刚刚就是那个画面应该持续了有大概三秒到五秒，就慢慢那个身影又，我就赶快追过去，因为我很怕他用力过度，我们里程还有蛮长的，所以我还是。该出来做工的部分，我还是努力出来。但刚后面那段风真的蛮大的，所以蛮担心等一下回去，因为等一下就是社子岛那一整圈，通常经验上都会蛮逆风的，绝望的无聊。没错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下一站就是社子岛岛头公园，然后最后就回到圆山大直桥，就准备完成我们今天环小台北的挑战。我觉得现在是胜券在握，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三分之二，没什么问题了。好了，休息一下，准备出发。骑完了，我们环小台北烤鸭路线完成，总共一圈大概是67到66公里。因为我们今天其实里程有点多，绕了一些路段，所以距离应该长一点。但是骑乘起来到后面还是真的会有一些疲劳感。不然我们先请那个学长帮我们勉励几句啊。学弟太强，超乎想象。第一次骑我到后面真的大腿直接硬掉。虽然我是从淡水骑过来的，多了20公里，我现在已经80几公里。对啊，你的比较长啊。学长开始，学长现在开始了哦。对。但是确实，因为他比我们里程多了20K， 所以他真的在能量消耗上是比较辛苦一点。那嬷嬷咧，今天骑起来，第一次骑的这么远的距离，对你来说，因为过去几个礼拜就大概都有在练习啦，就是包括50K 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今天骑的之前，就是我把情况想象的非常的困难，就是我想的是非常非常艰巨的，会痛哭流涕，对，到终点。我甚至有昨天晚上就是睡觉前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如果今天抽筋或什么，然后会发生什么事这样。然后或者是因为之前就是。那个膝盖这边会痛，对，然后我也蛮担心说，就是会不会出力出太久之后，它会痛或怎么样？所以我从应该说今天之前，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去放松，就是用筋膜枪去打一下肌肉，然后想说让今天状态比较好一点。对，然后今天骑的时候，我觉得骑车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风景换得非常快。对对对对，所以骑到每一段。在过的时候，就是会一直忘记我一直忘记后面到底骑了哪些地方。就刚刚在大稻埕那边，我就有跟大家说，我觉得好像会有那种抽离的感觉，就是对，好像不知道我像我到大稻埕，或者是像现在到这边，我已经有点忘记刚刚那个累的感觉。然后他那个累的感觉就没有一直携带在身上，然后他反而好像有点会休息的时候就会代谢掉。然后每一个休息再到下一个点，我就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。新的一段路，对，然后到现在到这边之后再看圈就觉得好可怕，现在真的感觉到累。对啊，真的，而且我们在最后那一段真的是大家比较说不出话，因为从社子岛后那边的风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，而且风还不是正面来，它是左右一直换方向，有时候侧面，有时候正面。瓦数没有很高，但是我们全部人都腿其实硬的差不多，然后那个学长也在后面压队压得很尽责啊，就是他也就是。跟我们保持很多安全距离，可能怕后面会有一些车我怕他突然抽筋，然后就停下来了。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算是今天骑乘起来，我觉得意外的，应该说进步很多了，反而是天幕逢迪索。我自己觉得他算是我比较出乎意料，因为上一次骑完他已经后面完全骑到生气，
然后快翻脸不想拍下去，所以突然就直接下来。对，他已经停在路边，然后我们说你干嘛，他都不讲话，然后就牵车自己这样走。所以那一次我觉得是对他来讲印象比较深刻啊。但是我觉得因为嬷嬷前一阵子其实他的训练很规律，而且一个礼拜我们都至少会见面一次训练，但他自己会多练两三次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来挑战这个，我一直都觉得没有问题啊，就是他应该是轻松可以过关，而且这路线真的是蛮多变的，不像那种什么北高或双塔路线，可能都是海边或是山，那就真的骑到会睡着。嗯，对啊，不错，挑战完成，谢谢，真的是值得鼓励。接下来我们可能在年底，或许还有新的挑战计划，接下来先预告给大家，但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内容。对，没错，可以期待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偷偷真结束哦，非常欢迎，就是嬷嬷接下来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挑战更多路线。好了，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我是江武冯立所，我是阿嬷。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